粗啊，粗，牙齿很白，就很黑啊，很黑。滚床的部分，他真的有比我们白人猛。他们最想做什么运动？就是伸直能力真的很强，头发都卷卷的。哇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很帅，我们里面都真的很帅，大家就都这样讲啊。你们在看片头啊？对啊。黑龙说你们黑人全身上下的毛都是卷的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吧？真的。你要不要看？看什么？头发啊，野猫啊，腿猫啊，不然你要看什么？要看哪里？你们的头发烫得直吗？我没有烫过，你有吗？我也没有哎，我们今天要不要来看看，就是我们头发会不会变直？可以啊，好啊，我们去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阿达。欧龙兄弟，维尼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嘉明，我是黑牛，欢迎收看《迦南牛乳》。这个好像。这个很难呐、啊，我头发那么多，你的这个就剪头发的那个单位跟你说，你的帽子拿下来。我们好像没办法呢，你要跟我们说。好了好了，那你们先去洗头，我等下教你们。你要帮我洗吗？没有啊，要自己洗。不管他，那你们可以互洗啊。你乖乖哦，等一下我的头很大。这里是男童俱乐部，你就不能播吧？你们黑人的头发会洗的那个很干净。那、啊、你不是就是黑人？哦，对了，欢迎你来了啦，很舒服。你乖乖哦，我很久没有洗头发，难怪臭有一点臭臭的味道。难不臭你不爱？你看嘉宾的头嘞，你看嘞。要不要开那个理发的店吗？店呢？不要穿衣服的那一种的。然后你有两个自己去吗？你们繁星会来吗？你乖一点的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都把洗完了，然后嘞？你就用那个、啊、吹风机，用梳子把它往下，就是这样往下。这个用多你叫黑牛吗？你要很温柔啊。好像有一点点嘞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你要乖点，很烫哦，干，不要让我晒黑哦。还不行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太热了，太热了。现在要怎么办呢？好像没办法哎。我还有一个方法，你手过来。哦。是那么要吃还是？不要吃，抹在头发上。哦，好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拉面的味道哦。一个不出来。这是芦荟。保湿一点，然后再吹一次，看会不会比较直。哦、有变直吗？我问你。头发？怎么办？我的头发有变直吗？就是弄它的很乱。你让我觉得很痛哎。很痛还是很烫？很痛很烫，又痛又烫。哦，在一起，这个不行了。头发还是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应该大概到这边吧。没有啦，走了，我们去发廊给设计师用吧。他们会帮我们用吗？会啊。真的不会骗我，真的没有骗，我会上去哦。哎，你的真的真的很臭，好，我去，我就弄得很臭，不好意思哦。我想到一个方法，那个安全帽给他们一下。我没有要骑摩托车，看戴安全帽好像会把头发压平一点。太小了啦，你在讲什么？说什么了？其实嘞，这个不可能嘞，不可能。压着，要压，还用力哦。这个我们用力，就是头发就会变卷卷的哦。好，出发哦。好，走。不知道 ，Let's go。安全第一。嗨，你好。那个，我们要烫头发。可以吗？你们先把安全帽脱下来，看看有没有变直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直，没有。卷卷的。你有帮过那个黑人烫头发吗？没有。我没有。那你觉得有办法？我们试试看吧。是你要帮我弄的吗？对。那他的呢？我们一起弄。你要帮我，然后帮他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帮我，没关系啦。傻小嘞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哦，真的哦。对，看一下你长度，那子可能会蛮长的哦。对啊，你看，那我的呢？你不够长了，只有这样而已哦。对，然后我是这样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知道啊，我有看你们影片。我是谁？哦，佳明。哎呦，你
没电到了吗？黑牛没关系，可是牛牛牛牛蛮可爱的。待会我们就可能会先洗过，之后我们再上药水。好，最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很羡慕哦，很羡慕吗？换你了，换你了。你们这边那个用头发纹可以那个按摩吗？我请牛牛来帮你按摩。什么？还是我要做？偷袭。那头发如果去夹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。为什么我的困难？你的那个比较短。对，因为我们如果去夹的话，可能会灼伤你的头皮。那你的话，我们就尽量把你烫顺。冲水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啊。你要试一下水温哦。好。哎，你是不是想睡一觉？嘉明，不要睡着，不要睡着哦。这个很舒服，我没想到那个洗头发会那么爽哎！刚在公司洗头发不爽吗？不爽哎，很痛苦哎！好，洗好了啊？太小。我现在在想说，每天来这边，你有这么多头发可以剪吗？我来看一下你啊。你觉得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？你喜欢吃吗？前面就放着，真的，下次我带你去。好啊，哎，还可以吃饭哎。你来这边上班要乖乖上班呢、啊。你跟你那边的人聊天就好了呢。这个不是你那边的人，这个有名字哦。什么名字？人家妮妮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人家名字叫什么？我要走了，你叫 Pretty， 他叫 Kiki 啊。我叫你 Pretty 就好了，还是叫你 Pretty Kiki？ 我下次不要带你们来有美女的地方了。哎，没有美女，我没办法拍啊，我很认真啊。我们不是黑龙哦，随便带你去哪里。对啊，为什么我们就来很认真拍？你以为是 cameraman 吗？不是，美女哦。我先收了。我的头发也是太多，我全身的头发没有那么多。其实头发没有他多，没有人想知道，好不好？可以不要理我们吗？我们才有一个 private time， 我跟我的那个。你是不是又忘记人家名字？他叫我英文名字。没有，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年年。哦，年年，你要跟我说你叫年年呐、啊，年年比较很容易记得。我讲过了啦。哎呦，后面的男生设计师蛮想帮你们用的。对啊。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很帅啊。那换他们来用啊。啊，那我讲一下，我们这边拍结论了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慢慢变得没那么准，拉直过后很长。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有这么长哦、欸。你们都很开心。现在好像真的，我很开心啊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这个，我就很感动的那个 experience。我爸爸妈妈就给他照片，给他照片，看你怎么了。真的太我跟你这次女生会做的。我们要再等三分钟，好短的。哎、欸，你跟男生交换，你说很短，我就会觉得哎。这个弄完，我们等一下就去 party 哦。他都在爬楼梯啊，没有在 party 啊。他都爬楼梯。这个牛鹿真的不乖，哎、欸，你真的不乖，你是我的牛鹿啊。你在跟我讲话哦。他只听得到 Kiki 的声音。对。这个迦南牛鹿就会变成一个迦南，改成迦南雄鹿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是迦南龙鹿。有可能呢。好，那你们数一二三啊。一、二、三，再见。哇，我哎、欸，我很帅啊。跟房子麦帅一下。对，这个是什么 style？ 哦，这个是模仿，年轻人就会喜欢。那你的是哪一个？这个是要去 Oscar 的 style， 很高级的男生都这样。那我们来问房子，你喜欢 Jamin 的房子就。写零，如果喜欢我的就一。为什么加冕的要零、啊？这个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哎、欸，我怕跟三弟一样哎，就是一两天就没有了呢。就是、我们几天后再来看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家啦，去叫那个 Kiki 跟你连连哦。没有啦，人家下班啦。没有啦，真的啦。你要去哪里啦？回家不算是这边啦。好像你的头发全回来了耶，真的，我的还是比较直。你的还是比较直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应该今天的医生也是美女的吧？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多美女啦。欸、没有。对啊。那我们回家了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下次。好，下次。一定哦，我们要签合约了。下次没有的话，我们打勾勾。打勾勾。好，那我们去。
好，医生你好，我是亚明，我是海牛，我是蔡医师。哦，很开心来这边呢，跟你聊一下就是头发的一些问题。我们全身来的毛就是卷卷的吗？为什么？黑人部分来讲，头发哦会比较卷，原因是因为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的防晒隔离的作用。那另外呢，它有卷卷的情况下呢，中间有一些空气可以让你散热，可以有保护我们的这个头部的作用。上帝蛮好一个发明这样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头发是黑的？头发的在根部的地方呢，有一个所谓的黑色素母细胞，这地方呢会产生色素到我们的头发里面。黑人的皮肤呢本身黑色素是比较多嘛，那它就会产生比较多黑色素到头发里面。他爸爸已经有白色的，为什么就是越老头发越白？我们随着年纪啊，这个地方的黑色素细胞很慢慢的也会老化，老化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产生色素了。知道了东西。我还要问哦，就是我们上次去那个剃头发，就是用烫的啊，看起来没有跟那个很多台湾的一样，对对，我们也是没有那么。先天的基因上啊，你的卷发基因是蛮强的，毛囊就是这个地方的角度就是不同，它这个地方其实就会变得很卷，长出来的部分呢，它其实也都是很卷的那个头发，那个部分就很难烫，真会烫到你的头呢。那你觉得我们黑人会秃头吗？你爸爸不是有吗？还要问？我觉得我会有啊，我以前头发到这里了，现在已经慢慢。秃头跟人种不同 也有关吗？也有哎，因为在台湾很多个老人家，这个统计起来哈，白种人的秃头的比例是比较高的，他们比较多。对对对，我小的时候我听他们说，很聪明的人，秃头哦，人家说哎。你为什么你的头发就一定要去里面呢？因为我很会读书啊。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是不是因为什么用脑过度啊，养分没有办法到头发，过去怎么？好，我们这期家的牛乳到这里了，大家订阅安全哦，下期见哦，拜拜，医生谢谢。你是头发的医生吗？哎，我是头发医生。你是头医？我对，算头医。其实我本身是皮。皮肤专科医师，后来又专攻头发方面的，对对对。哎，我这样子看你们头发真的很奇怪呢。啥啥？什么头发？我们是当台湾人的啊，所以就用台湾人的头发。就台湾人说的哦，可以摸你的头发，你可以跟哪里摸你爸爸的，这样。顶部这边开始也有变少，中间快没有了。对，开始已经快没有了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女生喜欢那个秃头的那个男生？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有钱。女生要赚很多钱哦。